大家好，我是傅彦堂。我是刘一恒。你不用出门，我们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、房地产、土地、房子，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，不怕买错，不怕买后悔。所以在看我们的影片之前，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的物件。OK， 开启小铃铛，按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开启小铃铛很重要哦，我提醒各位，为什么？叮咚一下，你才会就是注意到，原来这个物件就是你要的，可能是你要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就是一进到底，然后一刀未剪。那就是就好像如临现场一样，也没有光脚，也没有梅花。对。所以呢，就是所见即所得，对不对？是。对不对？是。好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台中市北屯区的那个文心崇德，以及那个这应该算是文心崇德乐和路这边的商圈。乐和路商圈。对，这边都是。我们看到这边非常热闹的地点啊。这边离捷运站应该还蛮近的。来看一下捷运站，文心崇德在这边。文心崇德捷运站。OK， 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边停车场也很多。这间其实算是透天店面了。对。这是住二间地的透天店面。对。而且有装潢。全新整理这个。富丽堂皇，整理的富丽堂皇，我最喜欢这种投资客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当然是便宜买来啊，然后当然他不是只有赚差价，他还把这个房子全部都翻新过，而且翻新的很彻底，你看得到的全部都换了，不像有些投资客他只是纯粹赚差价，买来就直接卖，完全没有整理就丢出来。有一些投资客是这样子，像对面这间就是，对面这间它也是没有整理的，你知道它卖多少吗？1980，这间没有整理的是1980，而且它不是真的透天，它不是真的透天，它是这个大楼的楼电，楼电1、2、3楼的楼电但是它的地坪只有15坪多，对，只有15坪多，没错，公设比。公设比还10%，它有它，因为它是旁边附属的啦，所以看起来有点类透天啦。对，它这个就要卖1坪16坪，它就要卖1980。那我们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我们这地坪有23坪，而且是真的是，而且它还帮你整理好了。对，就是 CP 值更高。对，但是当然我们一定是比对面贵啦，因为投资客他在一定是照行情卖的。我们这一间整理好2880。对，那这一我们现在是在顶楼，这个是增建旧有的增建，对，也是有整理。我们看一下屋顶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买对面哈，也跟我们讲。如果你想要买对面来自己来整理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。你在打脸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只是给一个比较，让你清楚一下。那如果你喜欢对面的话，也跟我们说，也可以跟我们讲，我们也是可以带。我们也是可以带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阳台，它也有整理哦。这边也可以洗衣服，这边可以洗衣服晒衣服，而且它的阳台蛮宽的，还蛮大的，蛮宽。那我们看一下它这边有多大呢？这是顶楼哦，三楼顶楼，对，是三楼就有的顶楼。OK， 那我先关灯看一下。对啊，你要关这个，就是这个总开关，我全新的，我只是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帮我开一下好吗？帮我开一下。好，我只是要比较一下，其实我们开灯没开灯的感觉而已。差不多。对，那我们看一下它中间的厕所也是有整理哦，它是干湿分离的。干湿分离哇，真的是富丽堂皇。真的是富丽堂皇。一楼更是夸张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它的楼梯间，它的这种木质的楼梯扶手。质感还不错，这真的是木质，对，这不是贴的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后面的房间，差不多这么大，前后都蛮大间的。对啊，真的，23坪都挤满的啊。我觉得这间 CP 值好高哦，看一下后面。2楼有大露台哦。哦，是有站哦。他没有增建到4楼，隔壁有增建到4楼。他用铁皮分间到4楼，是哟，这间，赞！你们要看的话跟我们说，屋主是我们的好朋友。
屋主是我们同事的好朋友，对，我们就是会帮你跟他约时间，然后带你进来看。对对对，如果你觉得看的影片喜欢，跟我们说。是，来，我们再下一层楼来看。这个现在还在收尾，现在还有工人在这边收尾，会有一些垃圾。它的楼梯还算蛮很好走哈，对，蛮宽的，而且全部都有贴瓷砖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那个你说有大露台的那个后面，我现在不开灯哦、喔啊。老公，这个是有阳台外推吗？啊？这是阳台外推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啊、喔，这是旧有的。哎、欸，有可能是阳台外推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出来弄，后来推出来的大露台，所以它本来的阳台露台是不是非常大？这应该是后来才做的啦，我觉得是后来才做的，因为不可能满建的。哎、欸，这间不错哎、欸，对啊，好赞哦、喔，好大啊、喔！看这边，这露台超大，这边洗衣服、晒衣服还是，或者是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哈。对，好看一下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是实心的哦、喔。你知道这边有一个梁，所以我才问你。有可能以前是这边是阳台。对，这有可能是阳台。以前呐、啊，以前我觉得应该是阳台、嗯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中间的厕所是在楼梯下面。它还没有装灯。还没有装灯。对。OK。好。好，我们来看前面哦。二楼前面。这一样。这是木头。中间呢，这个呢可以当什么？孝亲房？不是孝亲房都在一楼啊。一楼可以当那个啊，营业厅啊。啊，对对对。或者是当客厅。这边是二楼的客厅、啊。客厅。跟当二楼的客厅、啊。好。那、啊、前面这个应该就是主卧室，可以当主卧室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。小阳台。它、啊、这边还做一个造型，好可爱啊！这不是什么造型？这个是。欧式的，这个呢是阳台外推吗？对啊，这边是应该阳台外推。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增加室内空间。灯还没有装，他们还没有装灯。对，他们装灯是，看一下，就那个装好而已。对，气氛灯。哎、欸，这种感觉，你看那个黄色的灯装上去，是不是就很温暖？对，好，肤色特别好。我们到一楼去。我们现在来一楼哦。一楼呢，你会觉得说有比较楼梯阶梯比较多了，因为它的，因为这个是可以营业的。一楼通常营业空间会跳高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一楼后面。一楼的后面呢是厨房，厨房。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厕所，是，这起的也不要。哦，好好，谢谢，大老板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，好朋友，拜拜，来这边，好，这个是免治马桶，哦，做一个免治马桶，哦，再来这边是那个他厕所，没有那个厨房，还有中岛、全新的，对啊，全新中岛，中岛，不会，嘿。中岛哎、欸，你看，这边可以吃火锅，哎、欸，好棒哦、喔，老公。对，要吗？当然想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后面，灯后面给你去拍好了，好因为后面这个房可以逃生吗？可以跑得出去。那、啊、上面拍一下，这边可以跑得出去，上面也拍一下。有一个门哈，跳出去就出去了。上面的露台，然后这个抽油烟机有两个孔，有两个抽油烟机孔。门关起来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的上面，老公看一下。谢谢。做好装潢。好。这边呢，你可以再做一道那个什么拉门还是什么的。对，阻隔那个油烟。对，区隔开来，前面就是营业厅了。对。营业厅，你看它这边的空间很高。他有做部分的装潢有没有？做了装潢还是蛮高的。对啊，其实中间的大理石。其实你这个店面买下来，小心后面的工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已经有这样子装潢，如果你不需要再增加其他装潢，马上就可以营业。你做什么发廊？嗯，美甲、美睫，嗯，还有什么？
都可以啊，卖衣服，五五百次都可以做，对，吃的也是可以，因为这边很热闹，我们等一下带你出去外面，嗯，然后前面可以停车，这边面馆有多少啊，老公？一般都是四米半左右，差不多，嗯，四米半左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四米半。我们这边呢，前面可以停一台货车咯，你看都可以停这台货车，还有空间哦。对。然后来，对面呢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泪透天，你要买。泪透天1980。1980。那我们这一间呢，只要多少？多900万。但是我们有整理啊。有整理，而且是地坪又大很多。对，而且是，而且那个什么。是真正的透天店面，不是类透天。对，嗯，对，而且已经帮你整理好了。啊，原来屋框是这样。我们看一下外观。这个是原来的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外观。改好是这样子。改好是这样子。对，白色这一栋哦。嗯，白色这一栋。非常白色的那一栋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三楼是整间。啊，对，你看哦，嗯，人家看完对面之后。也要来看这一间的，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间真的很快就会卖掉。那你看哦，崇德捷运三房停车，1980，那个是华夏啊，华夏三这边的三房就要1980，后天店面2580，这间是2580还是2880？你不要乱说话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2588，哦，哦，不是2880哦，所以这间是2588，拜托你跟正讲是2588，口误，好，三房在这边只能买，要买到1988。那你刚刚开头的时候是讲多少？2880，这样问后面的话，会不会没有人看下去了？哎，2588，哎，好啦，2588，拜托你标题给我写好一点，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前面就是文心路了，好。我们会先经过北平路，然后再经过文心路，哦。那如果说你有第二部车，或者是有那个什么顾客来的话，这附近其实都有停车场，很好停的。对，这边很热闹哦。这边算是北平商圈，还有文心商圈、崇德商圈，三角地带。对，赞吧，睡吧。好，CP值还蛮高的哦。这个有。装潢的投资客，不是每一个投资客都愿意花这么多钱，装潢的这么精致。对啊，这个算是比较好的投资客。对，但有一些投资客是装潢一半的。对，你看刚刚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很 nice 的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2588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对啊，那刚刚是不是华夏19多还打叉？那19多打叉哇，是不是就是18多？好吧，好，你看这边就有停车场啦。对，这边有那种私人的停车场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租？不是只有这一个而已哦，这边周遭因为是一个商圈。对，所以呢，停车场还蛮多的，就是五五百次都很适合。好哦，前面的捷运站啊，所以总结就这个算是捷运站，透天店面，透天，对，住宅，对，店面，各种啊，多合一的功能，小，看你要怎么用。对啊，也没有说小过短的话，因为已经上2000了啦，就是对于预算比较够的人，对啊，这个算是进可攻退可守。如果你觉得超出你的预算没关系，我们刚刚还有介绍对面，对，内后天，对，刚刚还没有整理，地坪只有15坪多，如果你愿意来看也是可以的。对啊，我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们就是尽量介绍 CP 值比较高的，这个算 CP 值很高的啊，对啊。因为我往年的时候，这边的像这样子的透天店面没有整理的话，也都一无，没有像这样那么热闹的地方都破2000了。对，不管有没有整理，我是说往年以前，以前1518，15182000，就这样子慢慢跳。你看现在都已经多少，而且这个已经整理好了，所以我是希望你们不要错过。
那谢谢你们。有喜欢赶快跟我们联络，不喜欢请搜寻我的频道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你喜欢的物件。对啊，那真的记得一定要订阅。对，记得哦。如果你们也想看对面的话，也跟我们说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亲朋好友在找不动产的、土地、房子，像这个店面的啊，都可以帮我们转发、分享、介绍。借用你的介绍，顺利成交，一定都有大红包。对，像这一间如果卖掉，应该红包不小包哦。啊，当然要蛮用啊，才有比较大的红包。我们这一间都被砍得离家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你意思说下一个还要再把我们砍得离离啦啦吗？哦，拜托，很难。所以不要讲这种话啦，很难生存。我是希望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在做辛苦的啦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领薪水哦，我们都是靠业绩来过生活的。对，将心比心一下，我们有3000块的全勤。3000块可以做什么？嗯，充电。好，翻白眼。好，谢谢。讲不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。那个记得要帮我们介绍哦。啊，一定弄。你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你刚刚已经说过了。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所以要讲。你刚刚已经说过了。好，谢谢支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